乐天女孩闹不和，李多慧爱飙脏话。有一次我他在我们的休息室要吃东西，他就说这的好吃。我们在球场上应援的影片，他突然有一天走过来，就这样把我的裤子拉链拉开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